我要吹笛子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走开，别打扰我。最后再吹一口。你走开，你不要在这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要吹笛子。妈妈，外婆，怎么了，宝贝？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都是他干的好事。我要在这里吹笛子，你却在那直播。哎呀，我说你一个小姑娘，你怎么在化妆呢？那化成什么样子了？哎，你怎么教孩子的呀？这么小小年纪就在化妆的呀？哎呀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人家王菲的女儿李嫣9岁的时候就在微博上教别人化妆了，这些都是女孩子必须要掌握的，要趁早学，真是老土。那谁老土呀？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？我是长辈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。哎，你应该也没有家教的这样子。花花呀，我们可不能跟他学啊，这样跟他学是会学坏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真老土。下面我继续为大家直播，现在我来教大家怎样在夏天穿得更好看。比如说我现在穿的是蓝色的裙子，就应该配白色的凉鞋，这样才是个小淑女哦。花花呀，上课要认真听老师讲课啊。嗯，拜拜，外婆，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多喝点白开水呀，天气很热。小豆啊，晓得啦。行，贝贝长大了，快进去吧。今天开学第一天，我来看看这些同学的颜值怎么样。这个一看就是个土肥圆，没有素质，脾气还大。大哥，请。这个嘛，就是个娇娇女，很傻很天真哦。而这个笑里藏刀，不简单。这个小胖子嘛，一看就是吃货。好帅啊，真的好帅呀、啊！听说他那吉他弹得特别好，是吗？嗯，他是个学霸。他看的什么书呢？《剑破苍穹路》。原来他喜欢看玄幻小说。好帅呀、啊！他也做他同桌。对呀、啊。没想到这么高冷的他，既然喜欢看玄幻小说。放学了。你好，我叫裘子豪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你好，我先回家了。好高冷啊。哎，对了，贝贝。喂，小胖，我放学了呀。你现在在哪？你在学校门口等我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好，不见不散。喜欢他呀，贝贝，贝贝，我们去玩吧。
走，哦，快走了。外婆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被学校的乐队选中了。哎呦，真的呀！哎呀，我家宝贝好厉害。伯，我负责的是吹笛子，老师说每天要加强练习。啊，贝贝也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你都进家门了，干嘛还要戴一个墨镜呢？我喜欢。哎，你要吃苹果吗？我不喜欢吃苹果。不要跟他学啊，没礼貌的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。哎，王源，你是不是派了化身到我身边？他怎么长得那么像你呀？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不要唱了，我要写作业了。黄淮，来，你听听。有没有一种立体环绕声的感觉？好啦，我要写作业了。哎，欢欢欢欢，你再听听他们的歌，说不定你会喜欢上他们的。我不喜欢 TFBOYS， 我喜欢中国古典音乐，比如说《梁祝》。哦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。你不要再唱了，我要写作业了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哎，小胖，小胖你来啦。嗯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哎，等等，小胖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认不认识他？他呀，是我们班的，叫上官淼淼，是乐队的吉他手。啊，他是吉他手？你刚才说他叫什么？上官淼淼。上官淼淼，这名字好洋气呀。啊，你喜欢这种类型的？我，哎，你看，就是他。小胖，赵一欢怎么也认识他呀？哦，赵一欢，他也是我们班的，他是我同桌呢。啊，你也认识他？我，欢欢。哎，外婆，我的宝贝外孙呢？你这个小丫头怎么也在这儿呀？哦，我，她等我。哦，她等你？她等你干嘛呀？我们去玩。哎，不是的，我们一起去复习。复习？嗯。哎呦，那么晚了，走走走，回家吃饭了。我们都约好了，休息一小会儿，马上就回来。那我可就不管你了啊，你早点回家。贝贝，我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巧克力，我没舍得吃，专门留给你的。谢谢你，小胖。欢欢，请吃巧克力。我不吃巧克力，我要水。外婆，哎，我来帮你倒。请喝水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？欢欢，我觉得你说的话太有道理了。我喜欢的东西确实是很肤浅的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你能多多教教我。我这样呢，能提高自己。以后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就跟我说，我会改正的。行吧，你有什么不会的，就尽管问我吧。来，我来帮你放。我知道你们吹笛子的人都特别辛苦，所以我给你捏捏，做一个全身的 SPA。这样舒服吗？欢欢，你真是太漂亮了，就像我想象中的白雪公主。哦，对了，欢欢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
我听说你是双鱼座的，这个呀可是双鱼座的幸运石，你要好好带着它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那当然了。欢欢，我觉得你特别棒，你们学校也超级的棒。哎呀，搞不懂这个小丫头在干什么。你能跟我讲讲你们学校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吗？能跟我讲讲吗？我们学校啊，老师比较严格，男生比女生少。哎，欢欢，你们学校有没有那种比较帅的小男生啊？有啊，真想到你们学校去玩。好啊，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去。太棒了。来，吃巧克力。哎呀，给你一个，你也拿一个。好的。啥意思啊？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估计老子花死了。花死了？花死了？花死了是啥意思？嗅到。叔叔，啊，贝贝，贝贝，怎么了？我想跟欢欢读一个班。啊？你怎么又改主意了呢？妈妈，我的成绩呢没有欢欢好，才艺也没有欢欢多，所以我想跟欢欢多多学习。如果我们俩读一个班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讨论学习，欢欢也很愿意帮我。是不是欢欢？嗯。欢欢，这什么意思？怎么他突然就想和你读一个班呢？这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。贾贝贝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告诉我。我是想说呀。我也不知道，他说想跟我一起学习。哎，看，这还是他送给我的呢。哎呦，这真漂亮啊！他说是真的呀。嗯，那太好了。这样，叔叔明天就给你办戒毒，好不好？赵叔叔，你太棒了，么么哒，给你100个赞。什么情况呀？这是？这个，没什么情况啊，就是完美。你。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好啊，今天你的任务呢，就是照顾好贝贝，不要让别人欺负他了。好，赵叔叔，谢谢你。赵叔叔，其实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叫你爸爸。哎呦，贝贝，你说的赵叔叔心里啊，可高兴了。你要是叫赵叔叔爸爸，赵叔叔高兴坏了。嗯，走吧。嗯，走。拜拜拜。同学们上课了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坐下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学，他的名字叫贾贝贝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好。 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贾贝贝，从重庆来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贾贝贝同学，你就坐在上官淼淼后面。上官淼淼，请示意一下。给我们大哥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就完了。
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，还给我！不给！还给我！我不跟你拼了！哎呀，哎呀！你在干嘛？快起来！你们不仅打人，还推人！今天你必须跟小胖道歉。哟，人家都是英雄救美，我看你呀、是美救狗熊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你今天必须跟小胖道歉。我救不到，我救不到，我救不到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不要道歉？不道。不道是吧？这是你逼我的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他喷的什么呀？是粘液的防狼喷雾。你今天必须跟小胖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再喷你一次。啊，小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东西还给我们。走，走。我警告你们，下次要是再来招惹我们，你来一次我就喷你一次。贝贝，你真帅。贝贝，我好崇拜你呀。贝贝，谢谢你。晚上请我吃饭。上官排练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他喜欢什么？比如他平时爱看什么书，爱吃什么零食，爱玩什么游戏，反正呢，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怎么，你对他有兴趣啊？没有。我记得昨天在教室里，他拿着一本玄幻小说。啊，他对玄幻小说感兴趣啊。嬛嬛。哎，外婆，外婆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孙女儿啊。哎呦，你瞧瞧我们多热呀。刘外婆，那个以后你就不用来接送我和嬛嬛了，我们俩可以自己上下学的。那怎么行呀，现在车多人多的，小朋友是不能单独行动的。走走走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等等刘外婆，你先带欢欢回家吧，我去那个书店买点那个叫教科书。妹妹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知道那个书店怎么走呀？妹妹，她知道，我跟她一起去。那你早点回来啊，注意安全。欢欢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好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去哪儿？我带你去。没你的事儿，在这待着。贝贝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邱子豪永远是你的粉丝。玄幻小书送给上官呀。你干嘛不自己送啊？哎呀，我和他还不熟嘛，就帮帮我吧。贝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上官了？欢欢，你不觉得上官很像王源吗？哎，你知道我很喜欢王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把这个送给他吧。哎呀，欢欢小公主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好好好，我就说嘛，人要有梦想，万一见鬼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有一只红眼睛在看着我们。哎，这是摄像头。哪个死变态居然用监控来监视我们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安床的大叔，或者是搬电子琴的大爷啊？除了他们两个，还有可能是爸爸妈妈。我现在就去问问他们。哎，别着急，冷静一下。真相只有一个。如果是爸爸妈妈装的摄像头，那我们打起来，他
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来阻止我们。如果是搬床和搬电子琴的大爷装的监控，我们打起来，他们会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在看热闹。所以我们要演一出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花花，你推他呀，你打他呀！哎，你这个假贝贝，你怎么能欺负我家欢欢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必须要过去，轮到我出马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欺负你干嘛什么呀？你欺负我们家欢欢呀？你有没有一点教养呀？啊！外婆，是你啊？凭什么我呀？柳外婆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个监控居然是你装的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柳外婆在我们房间里装监控来监视我们。我就是。不太放心我们欢欢，所以才装的。哎呦，我就说呀，最近怎么怪怪的呀？今天我和欢欢发现了这个摄像头，就想演一出戏，看看到底是谁装了这个摄像头。结果刘外婆是第一个冲进来的，所以这个监控肯定是她装的。哎，刘阿姨，你看你这样做是不是对我和雅萍太不信任了呀？你这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。所以今天你必须给我们道歉。对，道歉。哎，你一个小孩子家家有什么隐私呀？外婆，今天确实是你做的不对，你侵犯了我们的人权，而且你平时教我说做错了事就要勇于承认，所以你今天做错了事你也要承认啊。道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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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道歉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是我做错了，我向你们道歉，行了吧？耶！合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节奏还不是太好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对了，上官，你们乐队主唱的事情选拔的怎么样了？我再跟赵一欢再商量商量吧。你们俩要好好练习啊。嗯嗯，来，其他同学们听好了，我们离汇报演出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了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练习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大家加油加油。好，你们练吧。玲玲，你这首歌的节奏掌握的不行，你得再练练。好的。赵一欢，你来了。刚才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出了我们乐队的事，你觉得白圆圆当我们乐队主唱怎么样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，那就好。你是不是喜欢看玄幻小说呀？谁说的？你最讨厌那种没有营养的书了，也不喜欢看这些没有营养书的人。嗯，怎么你喜欢看？我不喜欢看，只是第一天开学的时候，我看你手里拿着一本玄幻小说。那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让我帮忙转交给我同桌的。来，大家我们再合奏一遍《外面的世界》。Thank you.
妈妈，今天是2017年7月25日，你离开我整整2年了，我好想你啊。那他喜不喜欢？还行吧。他有没有向你了解我的情况？没有。哦，不过送出去就是成功，耶！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门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不要唱了，我要写日记呢。哦。哎，对了，花花，你能借我用一下你的铅笔吗？行啊，在我书包里自己找吧。谢谢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。赵一欢，你竟然骗我！这是什么？上官说他不喜欢这种没有营养的书，所以我没有送出去。你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亏我以前还这么信任你，可你从来没把我当成朋友。贾贝贝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赵一欢，你必须把书送出去，送出去，送出去。贾贝贝，你把我的项链弄断了，这可是我妈妈送给我的项链。我要打电话给外婆。哼。贾贝贝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你知道这条项链对我们欢欢有多重要吗？那是我们欢欢妈妈送给她的。你看看你啊，你把人家项链弄坏了，你不仅不道歉，你还要动手打人，你有没有点家教呀？是谁这么教你的呀？啊，欢欢，你看贝贝吧，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儿，要不然，阿姨啊，替贝贝跟你道个歉。咱不生气了啊！啊！道什么歉呀？不就应该破项链吗？贾贝贝，快点道歉！我就不道歉，就不道歉，就不道歉！贾贝贝，哎，小川，你怎么打孩子呢？越来越难管了。贾贝贝，贾贝贝，给我回来！欢欢。花花，你看那水还没烧开呢。这个啊，是阿姨从重庆带来的特产，拐弯腐豆，好自餐呢。给你放在这儿啊，看着电视吃啊，马上就好。欢欢，欢欢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孩子，你不要吓外婆呀！欢欢，亚萍，亚萍，你来看看呀！哎呦，欢欢。
觉怎么样了？孩子家属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宝贝，好好休息啊，外婆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医生，那个方焕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情况了？是食物过敏造成的窒息。食物过敏。不过呢，现在孩子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你说你们这些家长啊，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？你们想一下，他来医院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导致他过敏的食物？没有呀，他在家里连午饭都没有吃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呀。吃了，刘阿姨。吃什么了？他看电视的时候，我怕他饿着，我给他拿了点罐儿糊豆让他垫垫底儿啊。但是胡豆它不过敏的，不过敏的。不是，你等一等，小娟，怪味胡豆是什么味儿的？什么味儿？小黄，我说小娟，你明明知道黄黄吃海鲜都过敏，你怎么可能给他蟹黄味的胡豆吃呢？我知道的，我小娟，你故意的吧？平时在我们面前两面三刀也就算了，可这关系到我们欢欢的性命，你怎么这么狠毒呀？我平时很注意的，我这次真的是疏忽了。很注意他能这些也不算好。妈，我说过不要吵了，这里是医院。你早就跟我说过，跟你说过，你是故意的呀。好了好了，求求你们别。我进去看欢欢。看什么看呀？我跟你们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欢欢的饮食起居都由我来管。你们休想这样害他啊！你们都回去，都走，走，都给我走！郑亚平。妈妈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扯断欢欢的项链。妈妈，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你最好。妈妈今天打你还疼不疼？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回家吧。嫌我给你们装监控，嫌我不相信你们，啊！转眼间就出了人命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？早饭不会做，要我亲自下厨；衣服要我来洗；上下学还要我来给你们接孩子。你真当我是你们家的保姆啊？妈。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，我跟小娟呢，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想请您搬到我们家来。我不来。柳阿姨，您每天披星戴月地过来照顾欢欢，多辛苦啊！我是诚心的想邀请您到我们家来住，手把手的带着欢欢，也能手把手的教教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，合格的妻子。我都说了我不来，求求你了。柳阿姨，我是真心想邀请您到我们家来的，帮我们分忧解难。妈，您看啊，这个欢欢呢，一直跟你住在一块儿，他心里啊其实舍不得你。嗯，你搬过来以后，我小娟、海洋住一个房间，贝贝自己住个房间，您啊跟欢欢住个房间，你看行吗？行吧，为了欢欢，
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住进来吧。哎，这可是你们主动要求来求我进来的，要不是为了欢欢，你们拿八抬大轿来抬我，哎，我也是不会来的。是是是是，哎，那个孩儿们，咱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柳外婆入住咱们家。真是对保姆说话的口气。哎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是说，您不是说了，您以后亲自做早餐，然后还说发扬高风格，给欢欢做早餐的同时呢，把其他人的早餐都做了，对吧？那我还能给你做一辈子早餐呀？我做了这么多天的早餐，你学也应该学会了呀。啊，那个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妈妈，我快饿晕了，上学要来不及了，我还要上跆拳道课。饿了。哎，好了，停。哎呀，小祖宗们又怎么了？饿了。啊，行，马上解决，别敲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这个孩子们早餐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原来你请我来是给你做早饭的呀。啊，当然不是。不行，我去做。哎，等等，你剧组做完了，孩子们上学都迟到了。那怎么办嘛？那这样。行，出去吃。那可不行。早餐是一天当中最有营养的一顿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出去吃呢？啊，出去那些东西多脏呀，哪有家里做的有营养呀？妈，哎，其实没关系，只是偶尔一顿。你们大人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啊，贾贝贝他肯定也觉得没关系。不过我们欢欢是要考重点大学的，啊，他的身体可是金贵的很，他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在外面吃那些垃圾的早餐啊。哎呀，妈妈，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的。走吧，我们出去吃吧。海洋，穿上鞋，背上书包啊，出来。妈，我们走了啊，走。赵雅萍。你觉得你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出去温馨的吃早餐，把我们欢欢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这合适吗？妈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吃早餐，是你不同意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可以一个人把欢欢留在家里边，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不能丢下欢欢一个人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啊。那个，欢欢，来，赶紧背上书包。真的，太棒了。
哎，来来，妈，我们走了啊。走走走，吃饭。这都几点了？九点了，卞总。知道。卞总，不是每天早上九点钟开早会吗？这都半个小时了。就是。要不你们来？我们哪儿可以呀？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王小娟她身为主管，不能以身作则，让我们底下的人怎么服从，对吧？就是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家里有点事耽搁了，卞总，不好意思啊。瞧你说的，搞得我们像没有家一样，谁家里边没有事啊？对呀，半个小时不是时间呢。好了，这个彩霞说的有道理，话糙理不糙。小娟儿，最近我也知道你们家有特殊情况，我希望啊，和家里的事儿、工作的事儿一定要分开，自己调整一下。卞总，我明白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这样吧，今天的早会，彩霞主持。干嘛呢，王小娟？杵那儿干嘛呀？好看呀。